似乎很得意，不准确，应该说欣喜若狂。为什么？你终于要死了，你的确很厉害，我从来没有见过你这样的人。现在连我都有些相信，你也许能够从共军的重围下逃出来。不过。 最终，你落在了我的手里。我为能够亲手杀了你，感到荣幸。是，我的部下是你杀死的，对吗？一点不错，这正是我一直想做的事情。他们死的时候，非常非常惨。 发出一声声的尖叫！你做错了事，要付出代价。这我倒没看出来，我只知道你马上要为你的行为付出代价了。雨仙爱你，我看得出来；你也爱他，就为这个，你必须死！ 即使你是真诚的，总有一天，我也会让你死在我的手里。像你这样的人，我应该怎么称呼呢？叫你一声畜生，应该不为过吧？你正在激怒我，我的心情很差，我随时会打爆你的脑袋。 想知道你会怎么死吗？你说什么？让我告诉你吧。先是你手上的枪被打飞，然后你的双腿中弹，跪在我死去的弟兄们面前。再之后，你会给他们磕头，收回你刚刚说的话。最后，我会把你扔进水里，就像你刚才形容我的弟兄们那样。 像一只被屠宰的猪，发出一声声尖叫。你吓死我了，我好怕呀！死到临头还说这样的大话，你以为我是三岁孩子吗？啊！你以为我会相信你这些鬼话吗？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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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啊啊啊啊啊！是你？哼，是我，怎么没想到？磕头！别冲动，我磕头，我磕头！用力！ 再扣，说。
收回你刚才说的话。我收回刚才说的话。弟兄们，不是我要杀你们，那是老板的意思。这声音好听吗？就像你刚才说的，像是被屠宰的猪是吗？别杀我，求求你放了我吧。你割开了我弟兄们的喉咙，将他们的遗体扔到水里，却让我别杀你。我真不明白你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啊。求求你别杀我，别杀我。像你这样的人要怎么改变？你不会改变，只有死。弟兄，相信我，你们的血不会白流。现在该怎么办？回去。回去？回哪里？16号公馆。回去做什么？为明天的计划做准备。你疯了？你的身份已经暴露了，计划不存在了。现在只有一条路，马上回到市里投奔组织。如果我现在放弃，这些同志们的血就真的是白流了。可不放弃又能怎么办？你已经没有机会了。还有最后一丝希望，放手一搏。可怎么才能让敌人重新信任你？我不需要他们的信任，只要他们感到害怕。害怕？提起我的名字就胆战心惊，这样我们的机会就来了。我不明白。以后你会明白。好吧，我不问了。雅群，我需要你的帮助。不管你想做什么，也不管你到哪里，我会永远跟在你身边。谢谢。此时此刻，燕双鹰的脑海中不停地回荡着英国陆军元帅克劳蒂的一句话：解决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杀死敌人。他决定用最冷酷的手段向老板施以致命的一击。
不会的。你怎么这么肯定？这是地下活动的规则。我的身份暴露，我住过的地方也就随之暴露。对于地下工作者来说，暴露就意味着危险，他们绝不敢再回来。放心吧，现在这里是最安全的。哦，别动，雅琴，你去其他房间看看有没有什么动静。嗯。嗯。你来做什么？怕我这个共产党把你抓起来。真的是你？怎么没想到我能活着回来？没有，没什么动静。这就是刚刚在废墟欲将我置于死地的林玉仙吗？谁想将你置于死地了？你好像变了一个人。我还以为他们杀死了你，看到你现在站在我面前，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哎，你是怎么逃出来的？他们怎么可能放你逃走呢？这个逃字用得不太好，我从来不会逃跑。那你是怎么回来的？我杀掉废墟里那些没有及时离开的人。你杀死了所有的枪手？对，还有那个可怜可笑又可悲的痴情男人孟海马。你杀死了他？就像他杀死我手下弟兄们那样。他死得很难看，你不想看到。太可怕了。我记得在废墟里有几十枚枪手围住了你，怎么可能？你怎么可能在那种情况下逃生？而且杀死所有人。你骗我，你究竟是怎么逃回来的？你和你的老板一样，不愿意相信事实。如果愿意，可以到江边的废墟去看一看，会找到答案的。孟海马真的死了？该死吗？
听到他的死讯，我还是觉得有些难过。毕竟，我们在一起合作已经有3年了。看起来，你要换个搭档。也许不久的将来，还要换一个老板。这是什么意思？他杀了我的部下，我的弟兄，他要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。可你的那些部下都是共产党，他们是党国的忠良，你们杀错了人。在彭水阵亡的10名弟兄，虽然令人痛惜，可总算是死得其所。可孙思海他们呢？他们算什么？我做梦也没有想到，他们竟然会死在自己人手里。可老板，你的老板是个自作聪明的蠢驴，狡猾多疑，贪生怕死，只会躲在阴暗的地下做些见不得人的勾当。他该把事情搞清楚再动手，现在他铸成了大错，他将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。可你根本找不到他。哼，相信我，想找的人就是藏进地缝，我也会把他挖出来。能告诉我你为什么要回到这里吗？你不知道吗？16号公馆已经暴露，老板严令我们绝不能再回来。可我控制不住，我要再回来看看，哪怕在你的房间里坐一坐也好。不管怎么样，我还是要谢谢你。好了，你回来了，也见到了我，现在可以走了。否则被你老板知道，会给你惹来麻烦。怕麻烦，我就不会来了。能告诉我你为什么回来吗？因为我的任务还没有完成。你的任务？是的，猎鹰一号。你还要完成猎鹰一号刺杀计划？嗯。别傻了，任务已经取消，现在你变成了标靶。你们的任务取消了，我的没有。这是什么意思？为了这个计划，已经有10几名弟兄相继丧生，我不会让他们的血白白的流掉。你是个疯子！只有你们两个人，又没有后续保障，怎么可能？就算只剩下我一个，也一定要完成明天的刺杀。无论什么时候，无论什么地点，只要我还活着，就是两个人，而不会只有你一个。谢谢你，雅琴。也算我一个。Thank you.
干线，从部队到地方。啊，您在找什么？啊，没事。需要我帮忙吗？啊，不用不用，我的钢笔不见了，应该就掉在这附近了。哦。找到了，原来掉这儿了。哦，Thank you.
真是太可怕了，这是他一个人所为，是绝不可能，他一个人没有这么大的能力，他一定是有后援，而且是共产党的大部队。老板，这可不是共产党的行事风格呀，而且如果真有共产党参与，这里怎么会仍然如此平静？老板，你想说什么？只有他一个人，是我亲眼看到的。你亲眼看到的？是。昨天夜里，你也留在了这里？是，当时我们已经损失了很多弟兄，我就劝孟海马赶快离开，可是这孟海马他就是不听啊。于是你就扔下了他，自己开溜了。哎，不是，老板，这个人实在太可怕了。当时我们连他的影子都没见到，只听到一阵阵的枪声和惨叫。等我们跑来的时候，看到的就是现在这个样子。老板，我也损失了十几名弟兄啊。贪生怕死，临阵脱逃，弃同袍于不顾。老板饶命啊！老板饶命！保持胡同，老板饶命啊！老板饶命！看在保直一向对党国忠心耿耿的份上，求你放过他吧。是啊，老板，放过他吧。什么忠心耿耿？党国的大事就坏在这帮胆小鬼的手里。老板，保直虽然有过，但过不至死啊。这样的人，无论谁碰到都会害怕。真是令人难以置信啊。老板，起来吧，走到那边看看。真是太可怕了，是太可怕了，他简直是个疯子。我们也是这样对待他的手下的。他在发泄心中的愤怒，怎么会在向我们示威？很少有人令我感到恐惧，可这一次，让此人逃走，哎，恐怕是后患无穷啊。是我太低估了他。是。也许他真的有能力冲出共军的包围，逃出彭城。谁想得到？老板，有句话不知该问不该问。问吧。程汤真的知道您的名字？诈术，是诈术，有道理。哎，吕山啊，玉仙呢？啊，雪儿，玉仙怎么没有来？哦，昨夜回城后他就出去了，到早晨还没有回来。难道他也？雪儿，回去后马上与林玉仙联系。今夜，所有的人在市里开个碰头会。是。地点另行通知。是是是。哎，这块钢板还真挺结实的。首长，好啊，
我们风雷小组的两位情报秘书摇身一变成了野司首长啊！好，你们做得非常好，辛苦了。这两个刺客的枪法实在是太准了。是，若不是胸前垫了这块钢板，我们俩早就报销了。同志们，好戏刚刚开始，下面的会更精彩，因此这件事要严格保密，绝不能泄露出去。请首长放心。你们马上回去，请报社和新闻界大造声势，雷声越大越好。明白。而且，老李，玉霞同志，今晨接到五号传信，风雷一号的身份已经暴露。什么？敌人派遣奸细潜入彭水，暗中调查，探听到成汤小组在142师师部已被全歼。昨天夜里在江边清水湾废墟，风雷一号与敌人发生正面冲突，详细情况不明。狡猾的狐狸。老李，我看一号的处境不妙，是不是马上召他回来？可是今天早晨，一号完成了在大礼堂的刺杀计划。这一点确实令人费解，一号的身份已经暴露，为什么还要继续完成计划呢？玉霞同志，一切按原计划进行，我马上与一号联系。一定确保他的安全。放心吧。泰山牌香烟。
乘风豪去长空里，乘风，乘风撕破旧云裳，直下看。